这人眼泪可以当钱花，那本钱账。姐啊，一共39.86。收你50，找你0钱。是老爷，真是笨蛋，这你不如给我一个笔来钱。哎呦，来就来吧，还送什么礼呀、啊？太破费了。这可是大喜事，不高兴了。校长，今天该发工资了吧？哦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啊今天状态不好，资金周转困难，要不您明天再来吧。校长，我给你准备好了，我不要求。我是啥？是不是少了500？应该。这是你的饮料吗？给我喝两口。这不是我的水，自己喝呗。刚才我放在桌子上的农药呢？什么？这是农药，我全喝了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亲儿子的眼泪就是好听。